今日借潜力股你可以讲一只咩啦？保险股今日升得不错嘅，当然不是叫即刻就操作啦，操作可以再等下先。咁点解话呢只可以留意呢？咁其实咧，佢相对啦，就如果讲个盈啲营业数据嚟讲，佢唔系最靓仔嘅，其他咧都嘅出嚟嘅数据咧都系靓仔过去嘅，佢反而有少少倒退啊，即系嗰个。即係個保費啊，有關啦，保險業務嘅數據咧係輕微嘅倒退，唔算係靚仔嘅。咁但係咧，論個技術走勢咧，佢又算係唔錯喎。因為咧，你見到咧，佢出現一個頭肩底嘅情況啊，左肩頭咧係雙頭嚟噶，右肩穿咗添噶，成交增加個走勢唔錯噶。咁所以咧，穿埋幾條平均線啊，穿曬啦，其實一舉咧就抽穿曬啦。由十天到一百天线咧穿晒啦，今日企喺上面成交增加，个走势转强咗呢只吓，咁可以留意住啦，咁有操作嘅空间啦。当然啦，因为呢只股咧就过去呢两三年啊，甚至四五年咧，佢都其实相对弱势嘅，所以就算操作咧，都系要非常咧就策略性啲，即系话要投机性啲，咁要摆好自己时位咧，先操作咧就会稳阵啲。咁啊，指示位摆边咧，就系右肩水平啦，而呢右肩水平咧，亦都系咧呢个。剛才讲覆两个头嘛，吓，亦都系双头或者双底啦。双底颈线所在11.8度，咁呢个咧就系个可以摆喺指示位，或者当佢搏等佢回吐先，回吐咧接近呢个位咧尖吸纳，穿咗呢个位咧就指示，跟住搏佢咧就呢个头肩底啊，真系咧就考验翻呢个支持之后抽上去，抽穿头肩底颈线咧，到时咧就有唔错嘅回报啦。因为呢个成个。头肩底咧，讲紧几多钱啊？11蚊至到咧12.6，即系过六到，咁啊过六计上去14.几可以啊。咁所以如果系11.0蚊，11.8左近，呢啲12蚊之下啦吓，12蚊之下买到，咁博咧就成2蚊到嘅水平啊，两个零啊嘅上升空间可以博到噶，博噶吓，所以都叫做可以啦吓，呢个直播率。